间房间，甲这好朋友来过。对啊，啊，无还佫有甚物人？平常时是看护，居家看护。啊，伊拢来甲你创甚物？备餐啊，洗澡啊。安尼啊，啊买东西啊，哎呀，对啦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降血脂，啊糖血咯安尼，一天就是爱食两盖，食十粒啦，就讲啊，食手都正常啊，我是干在做病啦，安尼啊，我有咧趁钱啊，啊无阮早囝哪饲大汉呢？我迄当阵来啊，搁咧去住大楼做清洁工啊。你想要甲查某囝安怎讲安怎？我上想要讲的，就是讲叫伊赶紧寄钱来，啊无法度讨生活啦。你怎啊？你甲伊讲了，顺过好，伊敢想讲啊？你怎啊都过了足好，都拢唔免插你啊？现实的生活压力，让李秀族与女儿的关系越来越疏离。彼此的互动最后只剩下简单的文字。眼镜要怎用？我来袂用用。咱先甲伊讲，咱囡仔有新的轮椅，啊，治疗真顺利，安尼好吧？又点头，伊讲好。对啊，啊，就较像影安尼啊。这熟悉嘛吼？没啊。就连手机简讯都要依靠旁人打字。幸好志工林玉馨总能读懂李秀族心里真正想说的话，传递给女儿，希望慢慢化解母女俩的心结。我已经把这发了一点了哈，发了，哎，发了哈，早安了哈，啊，给那今天慈济人哈送来电动轮椅，许多志工爱心的陪伴，你自己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妈妈自己也会努力练习，你是甲让查某囝知影讲你目前的状况安尼，吼、啊，咱嘛爱祝福咱的查某囝，因为即久大环境吼，要赚一个钱嘛是真辛苦啦，吼、啊、所以咱嘛爱体谅查某囝，伊嘛是有真多经济上的压力安尼，好吧，吼、啊，安尼是。志工观察到。李秀族失婚失依后的创伤不小，他对外界的帮助已经从依靠变成依赖。这一天，志工特地等到居服员到来，协同讨论如何让李秀族慢慢恢复生活自理。不要让阿姨了，就是说，阿、啊、你头，阿、啊、你背部你洗不到嘛哈，我给你洗，啊，春天你给你洗哦，阿、啊、你。哦，安尼哈，这样鼓励他，我们都要给他正面的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提醒我。我就一直以为说我可以帮他做得很好，让他很舒服。那你现在说让他自己有自己可以独立完成哈，这个方法很好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救他的心。哦，对吧？让他救一个心嘛。假设他那个心念没有转的话，我主题是每个月给他钱而已，我没救到他的心，这个都不是我们，对了对了，我们希望看。好，来，他普通时都十点多才起来，孩子又背起来，好，来，不用怕，安尼好起来，哎，好，好，谢你。拜你呀！如果我若要去环保站，你敢要去？好啊。好哈。嗯。好，啊，我来排车，因为你坐车爱较下。哦。哎，啊，无。都爱这款底盘比较低的，你知道我都骑车。都反正伫厝的都较无聊，啊去啊，大家会当做伙聊天啦，安尼日子较好过。我是感觉安尼啊。一直是在那个小套房里面嘛。然后他又行动不方便，所以他走不出来。假设没有人引导他，他是永远是在那个空间。
安尼行会足困难无？袂啦，安尼足困难。袂啦吼，大大行。你就行路安尼，脚袂疼啦吼。袂啦。袂啦吼。早安。不认识我。没去你呀？没去啊，我去恁家呢。你有去过阮家吗？当然啦，我够去两三回。哦，是。因为暑假大家拢去做。带李秀族来做环保是林玉馨早就规划的事，但从谈起到真正的落实，着实等了好几个月。因为那时候真的夏天三十几度，真的很热，会让他会觉得心更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就乱，真的就乱呀。啊，我们正常人都觉得我们可以随时我就去洗个手啊，去干嘛的啊？阿姨不是啊，行动的就慢了呀。然后你要让他一下子就来这边，然后让他喜欢来这个地方。哎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不是时候。你有什么交代去？就是顶回咱做塑胶袋啊，你看咱如果你。出姐啊，你来哦！对啊，吃好吃好，看到你吃好。哦，你有过来，我足欢喜。我瞧你敢无来哦？因为我甲带啦。哎呀，咱出姐在足侪啊，今日到处。嘿，赞赞。感恩你，感恩你，真的感恩你。对啊，感恩。好，安尼开始不多。出姐，出姐，你来做这里，哎呀，贴这里。跳他现在左手，他几乎他都不去动他，所以我陪伴的时候，我会尽量让他去使用他的左手，就是左边的部分。安尼，可以吗？安尼，你家己爱想办法。哎，对，嘿。阿麦讲，伊袂振动，你拢无要去甲使用，安尼伊就讲永远拢袂振动啊。因为我觉得环保是最容易入佛门。可以改变我们的习气。我在环保投入很多的心血，我知道哪一个区块、哪一个工作是他可以做的嘛。我说很简单啊，你塑胶袋区，因为我们塑胶袋区都是一袋一袋回来的嘛，那我们要把它分开来。他只有一只手嘛，你就叫他把花袋拿出来就好。像这拢顶头拢无个大标签的，你就拢甲放一浪安尼，好唔？随时观察李秀族的需要，建立他的安全感与自信心。访视的重点在一个同理心啊。今天其实我们关怀一个个案，其实我们是要看他有的部分，而不是看他一直琢磨在他失去的那个部分，是看他还他的其他的价值能不能把它创造出来。对一个拍摄，安尼，我一个人安尼。哎呦，我希望你幸福，你快乐，你知影无？尝试不同区域，认识不同朋友，慢慢找回与人接触的熟悉感。而对于志工来说，长期的陪伴需要团队的合作。来，再来这两块钱的再放这边哈。好，感恩。好，哎呦，你巧哦，你有够巧。巧，哎，你手给他做文章。哈哈哈。这咱就卖，我给你用，这你无法度用，这连我嘛真困难。坐下。来，好的。哦，就是这个竹筒吗？早上上班的时候也会有人抽啊。你坐公车的时阵是吗？对。好。你用铁砖给人抽哦？没有，我都拿在手上啊，他们就自动会来抽啊。那我自己没有会员，我就想一个办法。你没有会员？
六级来租的就过了，那里没有会员。你就巧了呢。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每个人心间，李秀族笑了，他也开始想方设法自己打开瓶子回收。志工明白，秀族已经跨出第一步了。而对于亲情解不开的苦，林玉馨希望他可以在环保站里慢慢找到答案。别人是怎么改善亲子关系的分享，可以影响到他说啊，原或许我也可以这样放下，然后我可以跟女儿有更好的关系。出门需要，遮我无熟悉的朋友，啊，那唔知要行去倒去，因为人生地不熟嘛。你搬来遮几冬啊？两年啊，两年外。中度颜面损伤加上前几年的中风，李秀族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处于低潮期，因此他鲜少踏出家门。没有人会想要跟我做朋友了。所以我就爱伊接触吼有熟悉的人，啊伊就较袂惊。所以我无爱熟悉新的朋友，咱讲实在。啊，就规工拢坐车咧互电视看啦。这个师兄，就说这个到时候烧到这边来，好，那有两个梯啊，啊，再进两支梯啊，好，这会当建灯，好，啊，西瓜加个一个，好，要挂那个篮子的，好，再西瓜加熊子丢，拿，好，好，那它而且你知道这个影响的高度就这样子而已。我本土是做铁工，本身就做铁工的。啊，今仔日是个孙兄讲吼，轮椅要修改，啊，所以我就过来。伊即马要用一个篮子，啊，一个迄个伞架，啊，甲一个放迄个拐仔安尼。即马安尼。好，安尼就用个呀。即卡要较悬个嘛？即卡他的左手啊吼。哎。因是只手有力尔。应该是为坑了这边哦。能够独自迈出脚步，才能敞开心房。志工找上慈济的二手辅具平台，要让李秀族的行动不再受限。嗯，这样，这样你过来。好好，这样过来。好好，一定要来当好。好好好，好好，我们都是按照按家需求下去做的。那我们现在有增加一些它的配件，它第一个是能够走出户外，好跟社会的话哦融合在一起。那第二个呢，他很希望他能够自力更生，啊卖一些东西或怎样子的自力更生这样。因为他皮肤的话是大面积的烧烫伤，所以他不能晒到太阳，啊如果对于太大的太阳对他来讲，他是比较没有抵抗红外那个紫外线的那个能力。是它的性能跟操控性，哎，可以原地旋转，可以原地旋转，哎呀，哦，没有什么大转弯的问题了。熟悉以后就很好操控，所以就说我们给他信心就好了。
最主要是给他信心。哎呀，好了，上车。大花，后面，来，哎，二，三，哎呦，哇，最弱的是我了，哎呦，搞了半天最弱的是我，这样子，来，好。来，到了就在这边，我们把车子下下来。师兄这边对吗？哈，对对对。好，来，小心，小心，前面，加加加，这边这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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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我们多给他装一个放开水的，啊，放开水，还有这个的话用那个卡扣式的，哎，卡扣式的，啊，这个整贴起来哈，整贴起来。我即摆试予你看，所以你我试予你看，意思讲你会较放心在徛，免惊。即摆我甲你倒地，你用虎口控制，就是用安尼控制。好，我即摆试予你看吼，所以你不用怕嘞吼。好，来点好了。好，接你看，伊我大安尼哦，旋转啦，哎呀，旋体旋转啦。好，我即摆做做配路买用诶，所以你免惊，好，这是足安全诶。哦，好，他没有，直接给你坐，你坐啦，我都不要控制你啦。紧嘞，紧坐了，不会，休息，休息，哎，就休啊。好啊，哎呀，黑了，安全带，安全带，安全带啊，放得好。坐坐里面一点，安全带是好。哎，左边左边这里这里，按到左。利用气流，哎哎哎，啊，你对数呀？对数呀，对数呀，行。其实我们安排这个电动轮椅，我们是经过治疗师的评估，我们团队就带他到芦洲的辅具中心，透过那个治疗师一对一。然后看他的体况，然后现场也是用电动轮椅让他测，让他试，然后他觉得是说啊，那他有这个能力来操控这个电动轮，使用这个电动轮椅。哦哦哦！来，好。太重了。要转弯。你慢小紧，慢小紧，你来。过来，好，过来，过来，我拢伫边啊，你免惊。他的脚没办法踩到前板，所以重心在后面。所以我们有辅助轮是比较安全，但是我们的还有一种辅助轮，你给他加强的时候，他的倾斜度就不会，对不对？用这样子的辅助轮，所以还要再加就对了。可以加，对呀，他这个部分是安全的了。我一共好，然后再转过来，然后我们再来走走走走。好，拿开了。恐惧感加上操控不熟悉，秀族显得很紧张。慈济职工就像护花使者般团团围绕，不断加油打气，也确认练习的安全性。然后我们到这边暂停，转弯。你我跟你讲，你若要转弯吼，爱较细滴的，爱小停者，再转，好不好？无你这久还无去咯，哎，对。有一部电动轮椅的话，就可以协助他。那其实就是让他走出来，然后将来是不是他也可以借由过去的经验？因为他曾经就是还没有中风以前，他是曾经有在卖那个卖一些东西，所以我在想是说，哎，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恢复这一块的能力？这样子。那哪路来都顺扎。加快，好吧？哎，先求稳了，再求稳了哈。这个角度哈，还可以啊，不要紧张，没关系。有比较习惯吗？有，可以啊。这马都是直线吼，拢改歪了。不要紧啦，你慢慢切啊，慢慢那个啦。可能你拄头啊，骑啊，三轮车同款。三轮车你咧大时嘛是歪，啊你啊骑久的时你都，都迄个平衡。哎，迄平衡感就出来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，让他
能够从困难中，就是说他跌倒了，他可以站起来。这个才是房事的重点，你怎么让一个人重生？所谓重生，不是说他变好了，不是这手脚变好了，不是他的精神，还有他很多的想法，他对人生的看法就变得比较正向，比较积极，那是重生吧？万一回转，对，就简单的呀。哦，现在把骨哈，再往前面一点，不要紧，看你要安怎坐拢，不要紧。你这嘛因为这足安全的，在你要安怎坐拢，不要紧，就是你要把骨嘛会当，哦。啊，我困难多啊，360度可以坐啊，哦，好，再往前面。